快点来。还有没有？啊，不碍事不碍事，我们等一下。应该可以进去，可以了，可以进了，可以进了。人不用人数，应该可以了，它重量应该够了。重量应该够了，重量应该够了。地下一楼，你到一楼吗？哈。电梯门要关了，电梯门要关了。等下去海边就会有人了。